指尖喷出点燃火花闪烁，你的情绪无需说出口，无论是泪水还是幽默，请安心交付于我，再次回到梦境，阳光透过树荫会发现最近熟悉的剧情，是相遇的声音，无限的可能性，请让我朝着你所在之地光速飞行。魔王，末日到了！啊，你好。嘿，魔王，我可是96级的骑士，乖乖受死吧！96级？是的，快100级了，怎么想都能打赢你了吧？我410级。什么？等级上限是1000啊！打不过，我会重来再练练。啊，等一下。嗯，你要出去是吗？那我有一事相求。嗯，不可以，身为骑士团团长，我不能答应恶魔的。你能让我跟着你走出魔王城吗？嗯，你从来没出去过魔王城？嗯，因为我方向感很差，不太认路。这，我最初的记忆就是我自己坐在这个王座上，而这里。什么都没有。啊！啊！好可怕！不要吃我！我从没亲眼见过外面的世界，一直是一个人待在这儿。终于有一天，我决定试着出去看看。好惨！那你后来？后来，不知为何魔王城修得这么复杂，简直复杂的毫不实用。每次我试着往外走，都会迷路，最后只能原路折返。这个大概是因为一种叫游戏性的东西。魔王城是整个游戏的最后一个地图，所以路线也是最复杂的。你出不去也是情有可原。总之，谢谢你带路，第7骑士团团长。你自己主动跟来的，我又打不过你。你可以试试啊。嗯，不要。461。其实。我也试过用基本的走迷宫的小窍门来走出魔王城。那是始终贴左墙走，或者贴右墙也行。哦，确实有这种方法，但这个方法也有很大的问题，在遇到出口在环形路内侧的地图就没办法了，会怎么也找不到门。喂，你都路过门了，好歹离开墙壁走过去看看呢。不可以，做事要有原则，说走左边就走左边。快带路。这么说起来，有件事在我来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倒是懂了。嗯，什么事啊？我在接近魔王城的核心部分时，发现路边所有的宝箱都空了，按理说里面应该有极品装备。不但如此，那边所有隐藏机关和陷阱都已经被触发过了，路上也没有遇到任何敌人。是的，是我，因为贴墙走，所以所有机关都被我触发了。你好歹看看路啊！魔物也是我打掉的，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因为遇到他们会强制进入战斗。我还从宝箱里拿光了所有顶级装备和升级药水。难怪你我等级差那么多！你这个混蛋，把经验值和装备还给我呀！来呀，你打打我呀！
我就会把这些装备全部丢到地上。打不过，那你还不快带路？真走了！熙熙攘攘人流在每一个街头，什么低头刷新的信息流，钢铁丛林之中闪光的摩天楼，突然回首，你在那扇门后。旋转，找到一扇门，非打开就抵达彼岸。黑板绚烂，这心情都等待完善。偏头痛，起床气，下定价你就变得一包依然。迫不及待的手机铃，外卖途中的冰淇淋，下班路上的火烧云，逛的社区已经远去。时间崩坏的每一天，时间稳定的在向前，得过且过心里磨练，这是意外还是新一天？我熙熙攘攘人流在每一个街头，沉默低头刷新的信息流，钢铁丛林之中闪光的摩天楼，突然回首，你在那扇门口。熙熙攘攘人流在每一个街头，沉默低头刷新的信息流，隔着屏幕为了所有默念，想念思念的心开始变得发愁。指尖碰触，点燃火花闪烁，照亮你我曾经身上的夜空。再次回到梦境，阳光透过树荫，从未发生却已经熟悉的剧情，是相遇的声音，无限的可能性，请让我朝着你所在之地光速飞行。过去熟悉的一切都是这个上古法器山河设计图所创造出来的幻想世界。凭你也配踏进我夜王府？